日前，张彬彬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小作文，最后写了两个字：再会。原来张彬彬刚刚杀青了一部作品，张彬彬说这是个温暖而治愈的故事。随后张彬彬话锋一转，说到其实自己还有个意外的收获，那就是在拍摄过程中自己竟然成功减掉了15斤，因此服装组的老师总是要帮忙改裤子。在晒出的杀青照中，张彬彬真的是肉眼可见的瘦了很多，脸部轮廓愈发清晰，身穿黑色休闲外套，内搭黑色打底衫，干净清爽的气质顿时觉得好养眼。而在自拍照中，他身穿黑色V领上衣，侧脸线条一如既往的有棱角感，高挺的鼻梁，优越的眉骨和下颚线，满满的少年感更是扑面而来。身穿白色衬衫，侧脸看向镜头，帅气十足，白色纯洁亮丽，很有清新感。衬衫样式翻领设计，解开一颗扣子，给正式的衬衫增添一丝闲散的生活气息。喜欢就订阅呗。